老婆，你面对现实，唔好再屈喺自己嘅世界度。呢个系我的世界嚟噶。出面那些是假的，這裡真的。你說有哪個小孩可以不帶得出街永遠不會長大？你在這裡苟延殘喘，那個兒子我也有份，他走了之後我沒有一人不傷心，但我真的沒辦法對著那個產品。那個不是產品來的，不是產品來的。對不起，可能我真的做錯，我真的想做些事去幫下你渡過這個難關。我打算用完一個星期之後我們可以回到以前那樣，但是這兩星期以來你有沒有發覺他硬是有些事沒有印象？為何突然之間這麼聽話，還要溫書，永遠不扭計？是我加下去，他的記憶和性格都是我植入去。跟公司說現在的科技不可以複製到人的回憶，你可不可以告訴我，其實那晚發生了什麼事？用 View TV App 同上 View.TV 免费重温更多精彩节目，任你选择。